希望蔡英文总统如果不支持台独，讲清楚之后，请跟着我的方向，我大喊三声，我希望蔡英文总统你也大喊三声：中华民国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希望你勇敢地喊出来，否则，请你喊出台湾独立。政见发表会开场三声叫战，蔡总统主权定位说明白，韩国瑜再用四个为什么火力全开。为什么民进党执政，蔡英文总统你坚决要废除特征组？为什么要8800亿？为什么风力发电要发2兆台币？我高雄市负债全国第一名3300亿，特征组一并调查。为什么？直营绿营执政猫腻，韩国瑜不忘再用最高标准反求诸己。我要拜托特征组，我下台之后要对我像 X 光一样严密的检查。韩国瑜如果贪污，你们审查到我的案件，你绝对不能让我假释，你就把我关到死。韩国瑜如果贪污被抓到监狱，你一天给我一顿饭就好，我没有资格吃三顿饭。反手再用金句神比喻蔡总统遭派系绑架，让政府沦为痉挛，任人分赃。今天要赚钱，去开公司，开公司赚大钱。你民进党执政，你现在是在开政府赚大钱。韩蔡攻防你来我往，韩国瑜用一语戳破，双边高度有何不同？我跟你谈的是一个大海的问题，你跟我谈的是个浴缸的问题。我跟你谈的是公部门，2300万台澎金马同胞，我们的国家是什么国家？要往哪一个方向？你跟我谈太平岛开石油，我的房子的事情。我希望第二轮的时候你继续问我，我们家柴米油盐酱醋茶怎么来的？首场政见会，韩国瑜金句连连，最后再用诉求感性画下完美句点。我的年纪已经大了，我也知道我的来日无多，我这一代人很快就会凋谢，我们要把这个棒子交给下一代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